行くわ。うん、呼ぼう。あ、谢谢。老伙计，干得漂亮。嗯。耶耶耶耶耶耶。琪琪，哎，你也不知道关心关心我。下班我去接你啊，走吧。拜拜。看来呀，这一车毒品的原材料是准备送往红村的，红村一定要盯紧点。我说两位领导，都已经移交给禁毒大队了。那还有我们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们下班了。这车货准备送到什么地方？快点交代！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到底送哪儿了？我只是按手机导航走啊，还没到呢，就被你们给拦下来了。队长，谁收货？我不清楚啊，只是说到了会有人给我打电话联系啊。喂，这是给你的第二个100万。喂，李根上，5分钟到你家楼下，别废话。啊，知道了。
方队啊，什么情况？60%高纯度原材料，价格不菲啊！这一次毒枭可损失大了。方队，这原料估计是送往红村去的，咱们要不要先把红村监控起来？哼，不需要，这个活有人会替咱们做的。你干嘛呀？我要上厕所。1000多万的货就这么泡汤了，还赔上了两个兄弟。哎，这次进货我谁都没说。我问你，在这个城市做我们这行的谁做的最大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我们了。嗯，所以说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树大招风啊。咱们的生意做到这个份上，公安不可能不千方百计地盯着咱们的。你是说公安他们安排了人，我手下有卧底？我中有他，来者不善，说不准呢。这个卧底是你啊？我是开玩笑的，你是我从小养大的，不相信你还能信谁啊？干咱们这行的随时都有可能送命，只能相信自己。我明白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红村。不能去，我告诉你，公安肯定已经把那儿盯死了。那怎么办？那边1000多万的货，舍财免灾。通知红村的人赶紧马上撤走，以后对待兄弟宽厚一点，兄弟之间别动不动就手足相残，明白吗？哥，你天天这么没日没夜的不着家，女儿怎么办啊？哎，苦了这孩子了。哎，嫂子好点了吗？还是老样子。嫂子当初是怎么弄成这个？算了，不说他了。还是说说你跟琪琪吧。哥，你想听我的荤段子？别。我可不想打听婚的，说点素的吧。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我跟琪琪从开始就没吃过素。行啊，你小子，琪琪可是汇聚的千金，你挺会攀高枝啊。哥，这你就冤枉我了。我跟琪琪在警校谈了3年，我压根就不知道她是汇聚的千金。小伙子，毕业了以后准备去做什么呀？以我哥科的成绩呢，肯定是进局机关啊，最不济也是刑侦、经侦，还有专案组。就吹吧，你就。怎么能是吹呢？我的成绩你最了解。阿姨，您看过香港拍的《警察故事》、《寒战》这些电影没有？我以后就是刘德华、郭富城这样的角色。不过他们那是拍电影，夸张瞎拍，我们侦办下来就没那么轻松了，很辛苦，很危险的。你呀，办公案啊，说的跟真事儿似的。这不马上的事儿吗？阿姨，我敬您一杯。等我侦结了案子，就没时间陪您吃饭了。啊，好。
哥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说呀，汇局这叫大义灭亲。灭哪门子亲呢？他就是想让我离琪琪远点儿。我要不跟琪琪好，我现在兴许就留在局机关了。你们两个去看一下。走小路。哎，你走那边干嘛？这边才对。是这边吗？晚上还不认路呢。哎，是啊，快点走，别耽误事儿。有情况。啊？怎么了？这两个不像本村人，应该是探风的。后面肯定还有人，打电话请求支援。是。还没出来呢，别废话，走。这个毒品我点不小啊。伟人，你说吧，让我感谢你呢，还是给你请功啊？哟，这下子。我是怎么告诉你的？舍财免灾，救人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搞成这个样子，人财两空啊！这个向增权，绰号权子，出生于1986年4月9日，高中学历，没有正当职业。身份证住址显示本市，号城区
解放路二巷粮食局家属院四栋一单元二号，实际上这是一个假的身份证住址。据我们了解呢，全子是云南思茅人，早年家庭情况不详，自幼来到本市，由陈仲基抚养成人。此人性格凶悍，而且狡诈多疑。近两年啊，陈仲基的制贩毒、打砸火拼等多宗犯罪活动均是由全子负责组织实施的。他是这个犯罪团伙的行动指挥和头号杀手。来，有人上车啊，慢点，坐好些。小心点啊！爸爸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哎，怎么了？少奶奶回来没有？好像回来了。告诉全子，我有事找他。哎。喝杯牛奶啊。爸，我想妈妈了。妈妈。注意会见双方不能有肢体接触。你的病好了吗？我想让你回家。快了快了，妈妈很快就可以回家陪你了，好吗？张警官，怎么了？我犯什么罪了？你还敢问什么罪名？我老婆染上了毒瘾，是你勾结医院的，在她服的药里下了毒。你有证据吗？你他妈的！我老婆这么惨，就是你的犯罪铁证之一。他们两个好像是同学啊。你要是敢动我女儿一根手指，我豁出去不穿这身警服，也他妈要取你狗命。那得要咱们相安无事啊，啊！你这个人渣！舒不舒服啊？你的酒。酒来了，咱们喝点儿。
全哥不喜欢你，我陪你。什么东西？哎，小哥，尝尝这个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个，这个笑气，比冰来得快。笑气？对呀，尝尝。没什么感觉，没感觉，这么肥还没感觉？隔壁老邱开了一家，生意特别火。在哪儿？春小街。春小街。妈的！摇人。全哥，您来了，怎么也不跟小子们说一声啊，好提前准备伺候你们。全哥也是你叫的，你得叫全爷。这怎么玩啊？全哥，好家伙！别杀我！我能帮你。你？怎么帮我？帮你做的是别人帮不了的。喂，大哥，全子现在在外面砸老邱的场子。喂，叫你们不要轻举妄动，你们就是不听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干爹，我心里这股火今天非要撒出来不可。你别管了。你呀，要把公安都招来了，把我们一锅端呐！杀一个是杀，杀一群也是杀。我告诉你，老邱死定了。那你到底是想干掉老邱，还是想干掉我？把您干掉。您现在是真的老了，做事前怕狼后怕虎。告诉你，您要是怕了的话，可以先躲起来吗？抓紧时间订机票。老冯，明白。我现在下命令，全局出动，搜捕全局。
昨天晚上发生的一系列打砸凶杀案件，均是由犬子和他的手下所为。他们打杀的目标是本市另一大毒枭秋山的手下和地盘。这次秋山的手下死伤大半，所控制的地盘也基本上被犬子夺走。可以确定，这是一场啊两大贩毒团伙之间的火拼。这次我市的治安秩序和社会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。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，咱们是干什么吃的？出事之前有情报吗？正在抓捕犬子，陈仲基不知去向。放你过吧，来，该您了。哎，请要不起，来出。管上。哎，对了，我在干嘛？我想进食。什么呀？我帮你。你快点啊！别开了吧。哎，嗯。别想跑，要不起，过。请。我知道你要找什么。不，炸他！拿来吧。你看是不是要这个？要不急，你啊。没事，别太累了，早点睡吧。还钱！我真的没钱，没钱呀！钱！再不还钱，你死定了！出来！哎，大哥，你看我女儿行不行啊？不错嘛！你在这住的习惯吗？哎呦，你看你看，你这么瘦，得多吃一点，知道吧？平时多吃一点。哎，今晚你是我的人了，哎，你还害怕什么？啊，来吧，来。
哥，你肯定这儿有心。嘉哥，叫外卖。有情况，外卖？这家怎么点了这么多外卖啊？这儿的人谁会叫外卖呢？而且还是大清早的。肯定是全子，咱进去吧。打电话寻求支援。是。这有问题吧？再看看吧。你们辛苦了，这是我们老板给你们的。妈妈，妈妈，这个我不会写，妈妈，你教我吧。圆圆，做功课一定要专心致志，不要脚踏两只船，一心二用的啊。知道了，爸爸。你那天到底看到了什么？说，我看见他们在车里接我们。我的地盘，怕什么？你不要大意，你还是小心点为好。
最近圆圆上学，不用你接送了，所以你也别露面了。刚刚贩毒团伙的头号打手全子被枪击，猖狂之极。我分析呢，有两种可能：一是因为前段时间他们与秋山贩毒团伙的火拼结了仇；二呢，就是团伙内部争斗激烈，自相残杀。喂。什么？全子在医院不见了？陈仲基什么时候走的？不知道。你老公什么时候离开的家？你不知道？他不是我老公，我们之间根本没有履行过法律手续。你跟基哥同居这么多年，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，所以他的去向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和他不是夫妻。他的事情我从不过问，也毫不知情，所以请不要问我。那全子呢？全子的户籍可是在你的户口本上，你家一口人被杀，你就毫不知情，一推了之。据我们所知，你女儿每天上学放学都是全子开车接送。他为何被害？被何人所害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真不知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是，真的不是我们，不是我。啊，局长，局长，局长，在那边。大毒枭陈仲基被杀了。是他吗？是他。到我呀，不知呢，先等一下啊。结果，结果啊，结果。来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卸货了啊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，我的大所长？好歹配合一下妹子的工作啊。所长才当几天啊，也学会跟我来这套了。你们俩还真是黄金搭档啊，两个人合伙欺负我一个。我可提醒你们两个一句，别忘了你们的正副所长是怎么当上的，还真以为是自己破大案有功啊。全子死了吗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陈仲基是谁杀的？都几年了，这案子你们破了吗？
这可是命案。师傅你好。师傅，你是同顺的吧？不知道。别误会，我就是想问一下车子里装的是什么。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各小组注意行动。警察，箱子打开。这么说，你就是昌运快递的老板？是啊。看来你们公司生意很火呀。马马虎虎过得去吧，机遇占了很大成分。我们都希望企业能够兴旺发达，但是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行，守法经营。谢谢提醒，可你们不能总戴着有色眼镜看人。几年前的那桩案子，你们关了我五天，审了我五天，该说的我想我已经都说清楚了。因为我的过去，你们怀疑我的现在，这是你们的职业习惯。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现在的我和过去没有一丝一毫的传承和联系。我的公司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的。未必吧，罗老板。这些都是从你们公司的快递包裹里找到的，自己看看吧。这不可能，这是栽赃。二位警官，这些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还不了解吗？你们觉得难道我被毒品害得还不够惨吗？后半辈子我就是砸锅卖铁沿街乞讨，也绝对不会再靠毒品养活我自己和我女儿。罗总啊，请你放心，我们是不会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别人的。不过还是希望有什么情况你能及时与我们联系。我会的，但愿我跟你们的联系越少越好。有全子的消息吗？我还想问你们呢，二位慢走。你觉得他的话可信吗？不好说，有待观察。不过什么？罗芳也是苦出身，被陈仲基和毒品害了，挺惨。哟，怜香惜玉呀，那你接手啊，不接白不接。哎呀，人家现在可是妙龄少妇，风韵犹存，孩子也长大了，没负担。
哎呦，你这样聊就没劲了啊！本来嘛，瞎扯啥呀？我这跟你聊案子呢。这案子你别管了，我来。行行行，我不管了。以后，但凡是有年轻女性牵涉其中的案子，我一概回避，行了吗？我看行。我可不想傻了吧唧的被小三儿篡了位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这案子你别管了。不是，你是说他孩子也大了？那时候我还小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然你们问我妈妈，或者去问我黄奶奶。黄奶奶，我们家原来的保姆。那她现在住哪儿？不清楚，他们家原来住在飞天小区。喂，你的女儿在我们手里。你是谁？圆圆在哪儿？你们要怎么样都可以，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女儿。报警。喂，除了腿骨折，其他没什么。有事随时联系我。好嘞，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琪琪，腿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出事未接，身先。闭嘴！张锁，你看他，我都这样了，他还对我……看看。哦，慧君，慧君，慧君，妈。慧君，我的是指没有照看好琪琪。哪儿的话，陈仲基死了，全子没了，新的毒枭又冒出来，各种毒品照样泛滥，犯罪分子就像毒瘤，割出老的，冒出新的，斩不完，除不尽呢。今后我们一定要做到除恶务尽，斩草除根。是是。喂，马上到八仙酒吧候驾。好。
这辆车呢，就是撞齐齐的那辆江淮白色商务车，被丢弃在城东郊公路2.5公里处，是一被盗车辆。车主呢，在4天前就已经报了警。这两个呢，就是作案的歹徒，根本就不怕监控探头拍到他们。方大队，把这段视频发给我吧。好，我待会儿发给你。告诉你，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分享的。然后一怒之下就派人暗杀我，还好我命硬，在被验尸前活了过来。
可他终究是养了你20年啊。他对我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都怪我，都怪我。其实啊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怪只怪他太霸道了。他以为只要当上了老大，所有人都怕他吗？以他年纪啊，他做你的父亲都够了，而且他早就被毒品搞得没有了性能力，还站着你不放。他以为我睡过他的女人，往后连他位子一起抢走。我不抢他，我不叫全子。琪琪，琪琪，小懒虫起床了，啊，快起床，快起床，快起床！0662-93，警员领个上，警号0662-93。这里，好可爱的公安熊啊！快给我，送给你。哟，警号竟然跟你一样。嗯，这警衔可就天差地别了。哎，这公安熊呢，还真是代表我。这警衔呢，以我的实力，早晚能做到的。臭美吧你就。收到消息。那个圈子还没有死，我呢又不能24小时陪在你身边，所以啊，就由他代替我，替我守护你。这小子命硬，潜回云南蛰伏几年，又杀回来了。这一下，我终于可以把这桩积案给破了。那天在这儿，我未来的岳母是怎么说的？正因为她是我未来的女婿，流血牺牲就应该排在别人前头。你听听，这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。你少贫了你，我是在担心你。你就别担心了。原来是城郊派出所李警官。嗯，向曾权，你这个恶魔，只要不落在你们手里，我怎么都死不了的。你这种人做这么多坏事，法律不会放过你，这一次你跑不掉的。哇，我好怕。权哥，他可是警察。警察又怎么样？我不把他杀了我就得死。我杀的人卖的毒品，足够我死3000次了。有本事你就开枪。想让我替你发信号啊？我还没那么傻呢。你说呢？
小哥，电话。这所来抓犬子。求我，求我给你个痛快啊。我是警员李根生，警号066293，向总权，我命令你赶紧把枪放下投降。我喜欢你够硬，那我就给你个痛快。你看这，别着急，我想想啊。怎么样？啊，慧君，慧君。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这个犬子呢，这些年一直隐藏在云南老家，继续在从事着制贩毒行业。据分析呢，犬子已经潜回我市，同顺汽车科技厂，应该就是他的制毒窝点。而且啊，我还听琪琪说，晚上9点钟，李根上去了同顺汽车科技厂。电话是打通了，但是没人接。立即包围同顺汽车科技厂。是。队长，把关进去看看吧。发现向增权开黑色奇瑞牌汽车向西逃窜。东莞收到，东莞收到。向增权，
倒是接着跑啊！别动！哎，等一下。你看。狙击手在那个位置，好吧。好的。宁浩，让狙击手占领那个制高点，快！其他人，跟我走。走。一号就位。谭总，带我去老刘头的诊所。全哥，为什么要杀你干爹？当年这么说，你干爹确实不够仁义。可是，他再怎么样也是老大。还有圈哥，你犯下的是弑君之罪。青少年宫你没死，算你命大。
坚持，再坚持下去，我就真成毒贩了。你还不是普通的毒贩，而是毒枭，是红色毒枭。犬子豢养的黑客，攻破了警校的电子档案系统，窃取了你的资料。所幸犬子已死，你的身份没有暴露。如果你不继续留在毒窝里，我们怎么掌控贩毒团伙的情报和动向呢？怎么打击泛滥猖獗的制贩毒犯罪呢？这些我都明白，可我也是个正常人，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，你懂吗？我当然懂了。你懂个屁！我天天跟他们混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睡在一起，可关键时刻我还要在背后捅他们一刀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我到底是人还是鬼？好兄弟，我理解。可现在你这个位置，无人能替代。再坚持坚持吧。